浮夸情报站是很浮夸吗？我浮夸吗？我一点都不浮夸，我那么清爽的一大男孩，浮夸去啊！我一点都不浮夸，我那么清爽的一大男孩，喊得我有点尴尬，我那么清爽的一大男孩，我那么清爽的一大男孩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我那么清爽的一大男孩，有的时候不要脸，什么问题？这个是我那么清爽的一大男孩。浮夸情报站，够胆你就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瀚宇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我。扮演了很多角色，然后我是其中一个，所以那段时间就把我的戏份给删掉了嘛，就挪给傅小姐了。江峰知道是你为什么被删掉戏份了？这现在知道了。傅小的江峰更美吧，应该更美，我还是稍微帅一点的。对，就对，我原本也一直以为我是个武林高手，但是遇到国公的时候，那天拍那场戏的时候，我说那五指就说三招就可以了，三招你就趴下就可以了。我说真的吗？我怎么可以这样？我说为什么要三招就把江峰干倒？他说没办法，国公太厉害了，就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国公的厉害。三招吗？我感觉是一招的。三招，你得回放，啊，你能慢动作回放三招，三招。三招，像男人一样去战斗，去战斗，燃烧着英雄的梦想。熔炼肝胆力量，三招，真棒！演公公的那一段，就没有演过公公呀，就是每天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演公公，然后导演就说你可以稍微就是那样一点就行，对，稍微娘一点就行。我这么爷们怎么娘？你也知道你一身肌肉吗？导演一开始不知道吧，然后后来知道，然后说让这么一个大壮汉来演太监，确实有点怪怪的。哎，他超贱！我正在练呢，我而且最后整个力竭的时候，然后他非常惬意的在我上面自拍，我又不能说了嘛，我也没有劲儿去说他，也没有劲儿去阻止他，我就只能任由他肆意的去拍下我的丑照。这就是500块钱改的年龄飞腾，改回来了。当时的内心 OS 是什么？我不要提这个事了，这个事是让我蛮无奈的一个，对我太好了，这真的是，他们也是。反正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蛮崩溃的，因为我当时就改这个年龄，我确实找了蛮多人的，花了不少心思，就钱是小事，精力主要是也花了不少。听起来很有钱哦。但是他们很厉害啊，他们就是说改就给我改回来了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当时是改到哪年了呢？要提这个事吗？92。觉得作为一个89年的艺人，跟92年的艺人相比来讲，你的优势在哪里？就是在我那个年代，感觉什么？在我那个年代，就是以前我感觉，就以前大部分人的观念里，就是90后都是年轻人，然后90后都是充满朝气的那种。然后当然，现在90后也属于，也已经不代表年，已经对对对对，90后的也已经算是，也不算老吧，就是不算是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现在要改的话，就只能往00后改了。但是确实违和感太强了，就算了吧。好像阻碍太多了。算是大器晚成了吗？这还没成呢，什么叫大器晚成？从来没有，是明里暗里的就像女孩子。没有，就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我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了，是吗？嗯。就是年龄确实是到了，但是我觉得结婚这个事情吧，就是还是得自己做主，自己想，然后得自己看重才行，那家里人管不着。我妈就老，她我妈也没跟我说要让我找女朋友，就我妈是老跟我说让我生个孩子给她吧。
怎么生孩子呢？对，他也没有要求我赶紧结婚怎么样的，就赶紧给他抱个孙子来给他养就行。我也不知道他是暗示我还是怎么着，反正我说我给他买只狗啊，就每天就是养狗还挺好的，他每天还挺开心的，然后每天让那只狗叫我哥哥，我就我的官方回答就是感觉对了，对不对？不官方的那姐姐长得漂亮，就感觉好了就好了。工作计划就是还是接了一部网剧，然后可能在八月份的时候会拍。高手现在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，因为我们是分线上和线下的拍摄，然后线下的部分基本上都已经拍摄完了，然后现在就等到八月中的时候去拍线上的，就是游戏里面的部分。轩破吧，还是轩破吧，因为轩破他首先轩破是一个非常可爱，然后又火，然后又逗逼，然后又很忠诚，然后江峰也可爱，但是江峰相对来说会稍微无聊一点。对，因为江峰是属于那种，哎，我很奇怪，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演的时候，我演江峰的时候，我其实是有很明确的把江峰跟轩破，我很努力的去分开他。因为我是想让江峰变成一个就是非常正直，然后非常就是一丝不苟的这么一个角色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但演完出来效果反而让我感觉就是，哎，怎么还是有一点轩辕坡的影子在，就这是让我有点挺奇怪的。老鼠就算了，老鼠太酷了，老鼠如果当闺蜜的话会把我气死，还是轩辕坡，还是因为轩辕破是一个非常欢乐的角色，包括闺蜜也好，然后男朋友也好，我觉得必须得找一个让自己开心的嘛。轩辕破的话就会随时随地为大家带来欢乐。不敢挑战可爱颂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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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不敢的话，那就你要现场夸我们夸了，就是很真的夸了吗？那还是唱吗？没有，漂亮。眼睛睁开。哎呦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你连你们牌子都不乐意了。主要我今天还穿成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太违和了。22+1+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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当然我例外。我怀疑你有没有谈过恋爱的，八九年有。当然有，闹呢，我好，对。敢不敢现场量身为？没错，肯定是自己给自己量。浮夸真棒，浮夸，浮夸这个栏目是我见过真的是史上最棒的一个节目，也是这个主持人也是我见过史上最漂亮的主持人，这个摄影师也是我见过史上手最抖的摄影师。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标兵跑，炮兵碰，炮兵怕碰标兵碰。啊，呸！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，可以让你反问我们栏目一个问题。啊，让我想想啊，你们栏目说你们栏目特别穷，那是什么支撑着你们坚持到现在？对你的爱。哇！为了等到你，我们坚持到现在，甘拜下风。这个节目一定会长长久久。对，等你红了，就是更红、更有钱的时候，可以投资浮夸。
可以，这情况挺好，还挺好玩的，挺好玩，真的挺好玩，挺随性的，我喜欢这种随性的感觉。过年轻时就会干什么？年轻十岁，好好学唱歌，好好学跳舞，好好做一个偶像坚实力的好歌手，会比小时候唱歌要好一点。小时候是多大？二十多？对，二十左右吧。我在小时候遇到了采访的高瀚宇，走在路上如果被粉丝抢粉了怎么办？我还真有过，偷偷的，我在干嘛来着？他突然亲了我，我当时就装作若无其事。那强行抱住你？那我就顺势也抱一下他嘛。你这样说的话，所以以后就搞不好什么时候就这个很正常，我就抱就抱了呗，这没关系啊。抱一抱就当做什么都在一起。抱一抱。你看我们的歌单都不一样，我们的歌单是80年代金曲。我发现你们这个节目就是互相 diss。如果有人说你老了，你觉得怎么 diss？ 成熟男人的魅力是吧？你们小孩子是不懂。成人开冷气更尴尬，还是个老铁开冷气？熟人吗？对，陌生人该亲亲了，爱咋咋地，熟人不好下手。好下口。你觉得睡眠对皮肤对皮肤好吗？还不错。是一个人睡对皮肤更好，还是两个人一起睡对皮肤好？好多人睡对皮肤好。啊，是怎么好多人呢？什么问题？这个是？你要采访高瀚宇，你去问他。都混这么多年了，还没红，你还混什么劲儿？其实我没有很明白的问这个问题。说，你觉得在你成名道路上的阻碍是什么？这都是阻碍，这条道路对我来说就是阻碍。我现场在超话里面挑一个帖来翻牌的回复。当然了，超级话题嘛。我经常贵宾是我现在最大的一块，看到一张他们做的辛苦还蛮帅的，看完你视频睡不着。这次终于画的稍微满意了，大概能画出1%的，哦，画出你1%的，其实我就画了。啊，你真画。之后，你觉得哪个问题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或者说是深深的阴影？啊，在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阻碍是什么？下次还会再来复发吗？你们还会来吗？你们来我就敢。别再怕了。啊，来吧。复发的宗旨是什么？不怕事更不怕惹事。是吗？没关系，我也是，我谁都不怕。你们这个架子是很廉价是吧？你还拿手机就扶呀？这个架子我也有，那是自拍的架子。不是的，就是自拍架。我拿是个架手机用的，你们拿个架相机。你看你手都扶不住还抖，你这个镜头包是能用吗？请问？能用的。哎，你还抖？别说了，断了节目就不要接了，真的，真的太草率了，太不尊重我了，还抖，再抖。哦，对，你们是录像哦。哎呦，我是个傻子。你真的太讨厌了。一般说讨厌就是爱的意思。我太爱你们了。也是爱的意思。哎，所以你们这应该是会剪的吧？节目上线后会看吗？我得先说服我自己吧。刚才就是如果说那个张红英搬出你要是人们的话，你其实可以要求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比如说让我们夸你帅，并且制止一周之类的。你现在才跟我讲，今天我这次基本上算是摸清你们的套路了，下一次对，是吗？但是这个牌子永远不会变，是吗？